危险，好危险，好危险。7:35，火已经烧到，马上就到隔离带了。现在山顶火势很大，那边那个最高处就是隔离带，可能还有6小时左右到。隔离带已经全部打通了，基本上差不多了。感染有点重，你肯定不能再工作了。几个8万钱嘛？8万多，哪个8万多？给我换的同志，在那边我就他。私家车来救。最高三巴士上去，我这里一个。邮局车上车，邮局车上车。耶。陆陆续续拆下的邮局的噻，上头应该邮局是够了，那是临时指挥部。现在的山顶火势很大，又看得到明火了。目前和那个隔离带只有视线距离几百米。那些是飞机小组。上面呢太陡了，人工和机械上不上去。所以只有用无人机，那个无人机一次可以挂100斤。前面连通了，隔离带已经有那个宽了。只要保证楼底的水的话，今晚上肯定还是没得找的。越烧越大了，我直线距离可能不到500米，然后给那边隔离带也很快了。邮局同志，还有几个人走了？还有在走，至少2个半小时爬楼梯。哎呦，上去！太快了，烧得太快了。还有 Hello， 那个山头也烧过了，基本上都是隔离带了，而且已经向指挥部那边已经推进了几十米了。无人机把那个水管拖上去，再给隔离带浇水。烟打这么烟，再收不去了啊！只能该降该降。那个派遣，他又不然火来的话，都打得过。从这儿右拐，这两边是出去啊，就是从这个拐拐到第一个口完，再右拐上去，对对对对，单循环。好的，谢谢您。那你们还是个男的兄弟，隔离带过都不能过。但是必须要干才得行，不干不得行。那个必须要干。现在火越来越大了，上面。你的旗子晓得吗？啊，邮局有。啊，全部准备好哈。不要怕，只管上就行了。他自己下来的吧，他负面个了。房子还是还，志愿者还。现在我们要清点他们装备齐全的，我们才放过来。哎，请大家给我点帽子哈。好嘞，好嘞。把通道留起，两边照。一定不能下。哎，有个水池哎，这是，那是防空战术。要风向对头才行。要看风向。当然我也不是很专业，我也不是很理解，但是以火攻火，对，以毒攻毒，类似于。
上来，不要带东西，只带人，这么严重行人。人往后面推，人往后面推，放压管了，往后面推。继续往上传的走，灭火器不要停，有管道的安装着管子的继续往上传，中间不能停。向前！向前！等会儿，这是隔离带上顶最后一团火了，烧完就没得了。你看天上的星星满天飞。重庆带我